呀，你是很棒，很真性情又温暖的人。今天你受到伤害，我也想好好陪在你身边。一通电话，就算我不在你对面，放假也没关系，我会去拥抱你。杨秀慧日前上天才冲冲冲遭徐乃麟骂街，乃哥随后公开录影细节，强调是节目效果，并拒绝道歉。节目方也发声力挺，没有刻意辱骂。今杨秀慧再开直播，曝光乃哥主持搭档蓝蓝捎来的暖心简讯，一度让他泪流满面。姐啊，你是很棒，很真性情又温暖的人。当我受伤的时候，你在照顾我。今天你受到伤害，我也想好好陪在你身边。你对我们的好都记在心里，你跟翔哥都是我很重要的前辈。当我录影委屈在车上掉眼泪，你也跟着哭，我很感动。既然有人会因为我受伤而心疼到掉眼泪，那个人真性情的人就是你，季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我们都在你身边。深夜，夜深人静，需要抱抱，一通电话，就算我不在你对面，放假也没关系，我会去拥抱你。我刚才不是难过，我刚刚是被这些弟弟妹妹感动到哭哎。网友甲讲，你很，讲你小心我告你啊。啊，就有人咧讲，啊你那骂人可以啊，人骂你，你就敢告啊。瓜哥讲很好，瓜哥是一个真男人啊。我听讲你讲瓜哥做善事不遗余力啊。你看伊个囡仔拢只乖，你早上在忙什么？记者就一直担心我啊，担心我。会不会不逃漏啦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真的已经做好退休的准备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讲我昨天讲过的什么话。我很清楚，哎，一个万一帮我放出来，就可以不要这边说谁错谁对谁怎么样，对，就让大家看。